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来吃个茶餐厅，我们吃面先喝汤，喝一口。听说这个里面的面是叫什么竹升面，来提溜一口。这个面吃起来还挺筋道的，来一口解决碗里的这个猪扒滑蛋饭。果然别人碗里的都是比我自己的好吃啊！我把我的牛肉丸给他一个好了，说这个是手打牛肉丸，尝一尝味道，吃起来挺筋道的，牛肉味很香。吃完面喝完汤，发现底下是个大公鸡，这是不是就所谓的公鸡碗？然后之后准备来吃我的这个饭后甜品，这个中间是那种流心的什么东西，然后上面是咸蛋黄，还不错。吃完饭再出来逛一逛，然后这些东西都好好看呀，感觉这个变色龙的应该挺好看的，要不把这些全买了。现在圣诞节的气氛真的是越来越重了，我也买一个贺卡来凑凑热闹吧。到家之后我也体验一下端盒的快乐，它这个是好直接给我撕开的，好像他们是。哎，对，是这么放的。嘿，不知道他们这个摆的是不是有什么顺序的？哇，我现在最想先抽到，看看能不能先抽到这个黑色的吧。有点难打开。打开了，看看是哪个哈。哦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重新看了一下，这个是这个四号的，我看看第二个能抽到什么。这个我猜是六号，打开它。哦，是这个一号黑色的。啊，有点好看啊！拆了两个，他们好像不是按顺序放的。你们说我会不会抽到隐藏款？我也不知道这个隐藏款是什么样子的。喂，第三个，我猜是五号。哦，哦，为什么只有两个一样的？端盒也会抽到一样的吗？我看了一下，这两个好像没区别啊。端盒为什么会出来重复的？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哎，它是不是不一样的地方啊？哇，有点难受呀。这个后面是有点发蓝色的，然后但其余的都很像。我就是想要一套才买的端盒，这咋办呀？我现在有一点想哭的心情，然后现在开下一个。哇，暴力拆卸，看一看这个是哪个？哦，是一个晶莹剔透的蓝色的，哎，有点透明哎。然后再开下一个，喂、哦，那我还挺想要绿色的那个，会不会能抽到呀？喂，剩这个最后一个了，给它拆开。我怎么感觉我这绿色的有点悬了呀？哦，是绿色的。哎，少了一个这白色的，好难过呀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看到这上面写的是这个两个是30度会变色的，会不会就是这两个呀？我去拿热水给他们泡一下试试，接着点热水给他们泡进去看看。哎。这一下就变白了，哎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抽到两个重复的。我就是想要不一样的才端的盒，如果抽到重复，那我心态就崩了呀。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吗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总而言之，没有重复款就挺开心的，就把它们摆到我的窗台了。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，今天又体验了一次端盒的快乐啊！我也要看着这些小宝贝们睡觉去了。刚才把灯关了，然后现在准备盖上我的小被子睡觉去了。今天是快乐天，拜拜。